哎呀呀，姐，一星期不给我打电话，哦，一回来就叫我去接，说下雨了，地板都不湿，飘几颗那个毛毛细雨。啊，我一回来脚就断掉了，走不回来了。我真是瞎。今天的午餐，饿了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那不吃行了。我想炒油焖大虾哩，但是家里没有那个葱花，我又不炒，我觉得有葱花会香一点。那番茄不行吧？你想吃茄子啊？然后我又，我就说搞成椒盐了，椒盐了，然后又没有椒盐，又没有椒盐。我想去晨晨那里要嘞。然后我想，我昨天晚上看到你开了这个烧烤的那个烧烤料的辣椒盐，我就把那个拿来给你做就可以了。吃午餐喽，我吃点玉米杂粮就可以了。我两个手拇指都受伤了，吃点壳。来，把肉给你吃。嗯，这壳放那个好香啊。哦，煮你一个人的菜这么多要求啊，点菜这么那么。晚上要你爸又喂点骨头汤给你。不要，我不吃。你爸要吃啊，你爸工作辛苦啊。他要吃油水多一点的，他老是要装车卸车。我想把晚上的菜也买了，我又不知道买什么。我这拇指有半边指甲没长出来，我都使不上劲。这边拇指嘛，又不知道为什么受伤了。看来做工一点不值。还挑哦，你剥给我吃嘞。你没剥完啊。明天我老了叫你倒杯水呀、啊，都等不到你。吃多了长胖。那你都饱了，这种虾子应该都吃不下。我帮你吃。一二三四，再剥两个。哦哟，我给一个小的给你自己嚼，把那个壳嚼掉，壳也香香的，可以吃掉。是不是？嗯，我就多吃点壳。哎，这西兰花送没？我要。不要。要两个。不要。我想要个玉米，嗯。给我。那你不帮我吃一点，人家吃那么多又说我胖。你自数量几百的，自己要搞这么多出来。那我买玉米不可能买半个啊。真不可能。还剥好了半个，好甜的。你买了一个、啊？一个，而且很大。你挑很大的，你有没剥完？哎呀，我现在不看不见了，眼睛瞎了，上年纪了，你不知道吗？哪点你看不见？我打开钱包，我都看不到钱了。这么多要求，还要换这样换那样。等一下你帮我剥，剥了不剥完呢。哎，那你喝酸奶，我不切水果了，我懒得切了。干嘛？又来了，看。嗯，一亩鸭姐要求画成粉色的，不铺那个菱形的。四个角，对准四个角，这个也。啊，还有个钉子，不好意思，来呀、啊，一起抬上去。要等扣肉啊。买了扣肉。冰箱有一碗，你吃没吃？我今晚上蒸给你吃。哦，你想吃啊？我不想。跟爸爸在家都没有得吃好吃的。有啊。哎呦，两个花撩专门吃那些香的东西，看你都上火了，一头的痘痘。做一波，我吃了几个冰淇淋。哎呦。我今晚上给你处理一下你的痘，把它搞好没有搞好？
然后他们都过去嘛，他这个刚刚好的，那时候我买，我按尺寸买的。Very good. Very good. 好了。